你的投资提得起，咱天做会幸福，你嘛会幸福。下辈子留给我好吧？为什么是下辈子？因为我这辈子有喜欢的人啦。谢谢你陪我聊这么久。觉得没事，爱下去。唔好留冠军天数，上凡呢唔会保严肃，冯某会不会进来？冠军离开。不是凶手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金钟五星入围名单公布，在戏剧节目方面可说是每个奖项都超级竞争。四大影家查金入围16项，包括戏剧节目奖、导演、编剧、男主角温升、郭子乾入围等16个奖项。不过却缺了女主角连玉涵，让广大观众超级替她抱不平啊。拜托老天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在那个能照顾困的人出现以前，请让我再活久一点。其实我害怕，我怕如果没有好，我会马上就去另一个世界。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，同样在金钟入围拿下好成绩。王伯杰、范少勋双双入围迷你剧集男主角，邵雨薇角逐迷你剧集女主角。白瑞英、曾少宗和姚雨婷也在迷你剧集男女配角中各自占有一席之位。只显 Queen 的王静带着大家跟着他一起哭一起笑，这次却与金钟擦肩而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们跟我们医护人员一样，辛辛苦苦照顾别人，一天到晚被骂。火神的眼泪描述消防员的辛苦，同样分队在各自岗位的付出，深刻的走进大家心中。在这次金钟没有入围最佳戏剧节目，让不少人大为吃惊。而刘冠廷、陈婷妮双双入围戏剧节目男女配角，到时候可期待羚羊 CP 再次合体。绝大多数的警察都是想着如何抓到坏人，可时间久了，其中的少部分人便开始想着如何制造出犯人。其实仔仔，我们讨论了很久，当投票出来的结果，我自己也傻眼，因为我是很支持他，就是我觉得他演得很棒。对，他是很大的遗珠。没入围没关系，大家把作品再多刷几次。还有我们的宝宝吴康仁，没入围女配角，也绝对是个超大遗珠吧。